好很多哎、欸，所以真的是痛不会过去，美丽会留下。第一天粉刺毛孔的问题，第14天无瑕透亮的样子，变超好的耶。最近肤况好差哦，下巴长了好多痘痘，额头这边啊也长了痘痘。我每天啊都用这个，然后清我的粉刺，可是啊都会让我清的我的鼻子，我看到现在这样子，红红肿肿的。清粉刺真的是我最爱的。最近啊，我朋友推荐了我这一款粉刺毛孔净肤棉，我就来帮大家试用看看。我现在已经是洗完脸素颜的状态了，这个啊有去角质的效果，可是它在去角质的过程呢很温和，完全不会刺激耶。我刚不是洗过脸了吗？怎么这个黏黏上面还有脏污啊？它真的可以帮我们的深层去角质哎，清洁毛孔。看这个缺口啊，它非常的贴合在我的眼睛哎，大概敷个3到5分钟。敷完啊，其实感觉到非常的保湿，一点都不觉得干涩哦。效果还不错哎，只用一个礼拜喽。但其实刚使用的前两天啊，没什么太多的感觉，直到第三天啊，我的粉刺啊，这样轻轻一抠就挤出来了耶，这都挤出来了耶。摸起来觉得我的鼻子啊，这个脸颊非常的平滑哎，完全没有颗粒感哦。有没有看到我的皮肤变得超好的哎？那平常啊，很少有时间可以做保养。我之前呢、啊、都会使用就是粉刺机清我的粉刺，然后弄得我鼻子又肿又痛的很不舒服。但自从我用了这罐，我变得很好，而且粉刺也减少很多。那我下巴的痘痘还有这里都改善很多哎。第一天粉刺毛孔的问题，第14天无瑕透亮的样子，问题渐渐减少，皮肤都调理了耶。所以我上妆啊会变得非常的服帖哦，完全不会卡粉。那我们现在就去上妆给大家看，现在的妆感是不是很漂亮啊？皮肤看起来很好。它里面呢、啊、有杏仁酸可以生成去角质紧致毛孔，还有就是凤梨蛋白酶的成分，还可以抑制油脂粉刺黑头。那它会非常的保湿，是因为它里面有28%超保湿尿酸、角鲨烷、神奇安，所以你的肌肤会非常的保湿哦。平常啊很少有时间可以做保养，我之前呢、啊、都会使用就是我的粉刺，然后弄得我鼻子又肿又痛的很不舒服。但自从我用了这罐，肤况变得很好。那一开始啊，我使用的时候啊，有冒出很多粉刺，然后白头，我还很紧张说，天哪、啊，我的肤况会不会越来越差啊？可是我跟你讲，时间只要过去之后，那个粉刺自然脱落，你就会觉得说，哇，你的肤况真的慢慢好很多哎、欸。所以真的是痛不会过去，美丽会留下。用这个粉刺毛孔净肤棉的话，你们的肤况就会跟我一样变好哦。超好的耶。